い、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井上です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油を売る的用法。油它的意思是油，然后売る是卖的意思。它的意思不是卖油，它的意思是摸鱼的意思，就是偷懒的意思。那怎么使用呢？我们就看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他在工作时摸鱼，他的日文是彼は仕事中に油を売っている。彼は仕事中に油を売っている。他工作的时候在摸鱼，对，不是在卖油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两个句子，好，比如说，老婆对老公说：“别在路上摸鱼哦，直接回来哦。”好，他的日文是途中で油を売らないで、まっすぐ帰ってくるのよ。途中で油を売らないで、まっすぐ帰ってくるのよ。是在路上，就是途中啊，途中で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个，如果在这边摸鱼的话，会被部长发现哦。好，他的日文是，もしここで油を売ってたら、部長に見つかるよ。ここで油を売ってたら部長に見つかるよ。OK 吗？所以就是摸鱼的日文是油を売る，不是卖油。OK，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，拜拜。